好，来，我们来问一点点问题。在你学测有考过题，有考过，但是学测考的方法比较简单，不像我比较那个建议。这是课本的活动，要你拿保育碗叠起来，然后呢上面涂一些颜色，然后放放坏河流啊、青草地啊，然后呢拿切割去把它切开来，切开来就开始一段碗，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左移啊、右移啊之类，然后问一些问题。好，就长这样。好，第一题。啊，甲跟乙谁叫做上海？长这样，甲跟乙谁是上海？甲跟乙谁是上海呢？你们班应该没有三十七号，你们班也不会有四十号，有没有三十三号？三十三号，来，三十三号大哥，来，请问你，甲跟乙谁是上海？乙是上盘，很好，请坐下。乙是上盘。好，乙是上盘。请你把乙向你移动，表示发生水平移动哦。把乙向你水平移动，是发生什么断层？你要回答我，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左移还是右移 ？OK。哪一个？然后找一位可爱小女生舞啊，有12号，小是大人，啊，乙向你移动，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左移断层、右移断层，右移断层。哎，右边靠过来叫做什么移啊？右移嘛，对不对？右边靠来叫右移。那甲靠右边什么？左移嘛。左边靠近我叫做左移，右边靠近我叫右移，左边靠近我叫做左移。好，来，请问你这个时候河流有什么变化？就是这个河流指这个交界面的地方啊。来，让你选一，形成瀑布。二，河川改道。三，积水成湖。形成瀑布，河川改道，积水成湖。左移断层，那个地方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形成瀑布，河川改道，积水成湖，都解了。啊，哪一个嘞？再找一位。15号。没有15号，34号有没有？34号，帅哥，起立，你的答案。河川改道下游干涸。下游干涸不用讲，你就重点是河，因为选项通常是河川会改道。因为流过来嘛，流过来你甲跑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河川就会怎样改道嘛，河川就会改道，所以就是答案叫做河川会改道。OK， 这题是学测考过的题目，学测经常跟他一样考。如果是我就不好，我会考你，如果发生正断层或逆断层会有什么事情，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叫正断层，什么叫逆断层。学测要考的，移往上。或移往下，或你会发生什么事，那你就不用懂什么叫做正断层，什么叫做逆断层，看图就知道嘛。移往上跑会什么？哎，他前面问了半句啊，多问了一句：如果移往上跑，什么断层？河流发生什么事情？来，先回答我：移往上什么断层？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左移、右移。移往上跑什么断层？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左移还是右移？三号，我刚才有给你糖吗？移往上，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左移还是右移？不会哦，逆断层吗？正断层吗？啊？同学一致告诉你叫做逆断层。
鱼往上跑就是应该往下掉的，往上升嘛，所以呢叫做逆断层啊。一样，河流发生什么事情？一样，形成瀑布、河川改道、积水成湖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 ？Number 22，22号。22号。起来啊！啊什么啊？瀑布。瀑布。Are you sure? Sure, sure. Sure, 请坐。好，形成瀑布。好，因为那个雨高起来嘛，流上游高起来掉下去就形成瀑布。那雨向下的，雨向下的什么断层？雨向下什么断层？雨向下什么断层 ？Number one， 一号。啊？正断层，请坐，正断层。一，正断层，好，那发生什么事？一样，三个学员，三个让你选，一样，三个让你选，哪一个？形成瀑布、河川改道、积水成湖，哪一个？来，帅哥，你们班博友38号。有没有一个帅哥男呢、啊？三一，积水成湖，请坐下。重点是积水成湖，重点是积水成，重点是积水成湖。因为你的跑下来了，撞，所以撞到跑下来，跑下来，然后撞到甲，它一定会弯掉嘛，所以河川会改道。然后原来的甲就没有水，就会干涸。可是那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会积水成湖。就这样，了解一下它会发生的事情。这个学测有考过，就问你它往上跑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样子 ，OK？ 无人问题吧？没，很好。请写课堂练习。